改善妇科种种困扰，这东西通通有解。我以前也是会那个经痛，吃止痛药对身体很不好，所以后来就是改吃避孕药，皮肤都不会长痘痘。真的？所以研究显示，在避孕药的保护过程当中，你比较没有月经困扰，月经规则稳定，经血量是比较少的，它比较不容易疼痛。停药以后，你的受孕率是很快恢复正常，甚至比没有控制的人来得好。今天晚间九点，东森超市三三频道，妈妈好神之俗女家务事。